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我是胡婉玲。今天呢，我们在这满是画作的艺文气息当中呢，我们要独家专访的是和泰兴业董事长苏一仲，苏董事长，欢迎您。Nice to meet you， 苏董事长讲英文哦。可是观众朋友，您可能如果对他没什么印象的话，来，在我们放一段广告，您看看。一番になるには、パワーだけではなく、もっとインバーターしなきゃ。对的，他就是很多人提到的大金先生。我想在这里我们请教苏董事长哈，看到那广告，每一个人都记得。但是我们看过很多的广告，很少有老板自己跑出来拍广告。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说您会参与广告，怕不怕？对啊，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怕了哈。那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公司创业的时候公司不大嘛，当然要产品要推销一定要广告嘛哈。那我们这个公司小，请不起双林啊，双林就是林志玲跟蔡依林，他们上千万哈，想过考虑过是吧？有考虑过，而且他们的这个价码高以外，他们要帮好多家公司代言嘛，产品就很多，就会有一个混淆嘛哈。那另外我们请得起的人呢，又是名不经传，我还要花钱帮他打广告哦，想想呢划不来哦，说好说就自己来。但一夕之间哈，变成了这个知名人物，大街小巷走到哪人家都认得，有没有变成很困扰啊？会啊，都会指指点点的嘛，大进空调，大进空调。那我不是开玩笑啦，有些夜店就不能随便乱去了哈，不良的场所就不能随便乱去了。就是身为模范哈。对啊，对啊，对啊。哎，在广告里面，您讲日本日文哦，您本身真的会讲日文？我本身哦没有学过，我是1941年出生的，这民国30年，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等到大战结束要念书的时候，哈，就已经是没有机会念书了。所以我大概就在我这个41年代的话，就是年龄最尴尬了哈。这个就是日文没有学到。不过大家都以为苏董事长呢，也就是大金先生呢，是日本人哈。其实他是道地的台湾人哈，台湾囡仔，好像出生彰化。哦，在彰化，对。能不能谈谈您的家庭好吗？我们本家是在这个彰化鹿港，那这个家里很早就搬到这个彰化，所以我在彰化出生。我记得我爸爸妈妈跟我讲，我有一位哥哥哦，出生他没多久就往生了哈。那下来就六位姐姐，再下来就是我，再下来还有个妹妹，所以我们算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独子。那我说有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这个开玩笑哦，今天我的中文名字叫一二三四的一，那在日据时代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男，男生的男，一男。跟他合约一男，莫怪跟他一个杂波，要不第二个杂波，下面哈，所以从小就听妈妈在跟爸爸讨论这个事情。从小就出生在做生意的人家，对，所以家庭环境都是不错的。对，可不可以谈谈？因为您是和泰兴业，我看您的头衔很多，还有保险呐。这个和泰集团是什么样一个企业？好，我们的和泰兴业呢，是属于我们的母公司，就是和泰汽车。那和泰汽车的创办人呢，就是黄烈火老先生啊，现在已经不在了哈。然后呢，这个底下就汽车相关的行业了，还有其他行业。那我和泰兴业也就是属于和泰汽车里面的一环。那过去我们家里在日据时代是也在做这个货运哦，就晚交货运行啊，但是那时候算是生活算是不错。但是我出生是在1941年哦，战争开始了，那时候物资非常的这个缺乏，所以东西就不足啊，都是要用配给的哈。虽然是日据时代，家里有在做生意啊，但是从我小时候能记得的话，我记得过了一段非常清寒的日子哦，我记得都是吃稀饭哈，而且那时候没有菜，都是盐巴哦，炒一炒啊，香香的哈，哦，吃稀饭配盐巴哦，我记得还有这种印象啊，特别的这个深刻。
而且盐巴炒炒不加任何东西就炒盐巴。哎、欸，炒盐巴哈、哦，这有香香的盐巴有炒过会香香的。哦，哎、欸，记得那时候，最好的美食哦，那时候我们这个有饭哦，打开哦，弄个鸡蛋哦。这个猪油、鸡蛋、哦、酱油拌饭哦，哇、哦，那个特别像现在啊，我们这些传统式的这台湾菜馆也有这一道菜哦，所以这个我们小时候的最最美味的东西。所以虽然家庭环境还不错，可是在那大时代之下，大家也都是辛苦过日子哦。我想是作为家里的独子哈、哦，家里一定很重视对你的教育，尤其上学啦。那应该书念得不错吧？我从小到时候念得不太好、哦、这样那时候考试都有个成绩单嘛，回来都一定要交给家长看嘛，然后要盖个章哦，有时候偷偷摸摸的自己盖个章就交给学校去了、哦、所以因为成绩不好啊，对对，成绩不好所以小时候是不太喜欢念书哦。我今天专访您哈，这现场好多的画画，这都是苏董事长自己画的画画哈，非常的文艺。今天我们是来恭喜你耶，今天是展现您的另外一面，看不到的面。所以我在想，你这画画不是中年以后学的，应该是小时候就开始学了吧？对对对，我从小我爸爸也有艺术天分了哈，所以大概可能也受他遗传了，所以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啊。那尤其是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啊，那时候你这个高中毕业，你不是就学就就业嘛？啊，那时候想想这个，才十几岁啊，叫我去就业哦，心不甘情不愿哦，那你当然就是要念书嘛。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啊，要来考这个艺术系哦，苏大艺术系。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大同中学开始呢。利用中午的时间呢，跟一位名师哦，他叫做吴栋才哈老师哦，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老师，我都没有跟他学过的廖万传，都非常有名的哈。那个我们的吴栋才是师承这个李石樵哦，这中午的时间呢，跟几位同学啊，跟老师一起这个学画画，准备这个大专联考这样。嗯，哎，考上了吗？哦，没有考上，没考上。哎，是哪一科不好，画的不好，还是学科不好？我是学科不好了哈，数科是有通过了哈、哦，但是学科我那时候不念书。您很客气，您一直说书念不好，然后考师大美术系是学科没考上，可是我这里看到的记录，您是政大外交系毕业啊，政大外交系在当时应该很难考啊，怎么就变成可以考得上呢？是是，那因为我没有考上嘛，那时候我记得要入大专联考，那个如果第一志愿是艺术系的话，那个学科的成绩啊不太高哦，这是在所有的这个系里面的哦，那个最低的一个。那我那时候有差异一些了哈。那后来我自己啊反省嘛哈，这个既然要念书嘛哈，所以就数学不好，英文不好啊，就开始有向心，有立志要学习考试进大学，所以就请了家教，给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有幸的就考上政大外交系。不过有个插曲了哈，啊那时候因为我家里有做生意的关系嘛，我想哎还是学一些将来哈。有用处的哦，所以就第一志愿是工商管理，第二是国际贸易哦，家里所做的生意都跟这两个有关系哦。第三志愿才写这个政大外交系，结果的成绩呢没有好到可以入台大，所以就这样就上了这个政大外交系，以为外交系可以每天可以喝酒唱歌跳舞哈，很写意的哈。那时候年轻人嘛，没有人主导就觉得这个不错哦。后来你出国留学嘛？嗯，我记得那时候台湾的经济环境还有整个气氛是这样说：来来来，来台大，去留学哦，拿立卡哦。所以在那个潮流之下，我不知不觉的跟着潮流走。那时候呢，我记得两年半吧，补修练，包括 master 学位练了两年半。那完了呢，我就因为爸爸妈妈嘛，所以出国那么久了，年纪也大嘛，所以我就回到台湾来、哦。所以没有留在美国。留在美国是后来第二段，我有再回去。1971年哦，我们台湾呢被赶出联合国嘛，啊，那时候台湾就
大家都恐慌嘛，所以大家兴起一阵的出国潮，要另起炉灶嘛，在国外往，真的美其名叫做国际化嘛，所以那时候我回到台湾来是在台湾卫检上班嘛，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外交国际，有外交美国，外交其他国家，所以他就带队呢，那时候我记得是台湾很多人去巴西，因为台湾很早有移民去巴西的，去巴西，然后美国那更多嘛，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在美国待下来，然后创立了这个美国卫检，现在还在经营当中，经营得非常不错，所以我那时候就留在美国，帮助这个美国卫检的创立这样。然后创立了以后，我就离开美国卫检了，就是自己也总觉得好像一毛以后，自己想要出来闯荡江湖。那是哪一年？75、76。75、76年，自己就出来闯荡江湖了。那因为出生猪犊不畏虎嘛，乱冲哦。还有美国那个，虽然你懂会讲话，但是也不是非常了解哦，商场习惯哦。所以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跟人家合伙或者自己做，也是吃了很多这个辛苦哦，吃了很多亏。那个时候做什么样的类型？是贸易商？哦，做贸易啊，有做成衣，还有做工具机。那后来就那时候也就能源危机哈，那时候有很多台湾的电器啊。那个生意做不好，后来我自己检讨哦，我就重新归零哦，我就把生意就结束了，就自己再去上班。回到台湾投入这个和泰兴业，这个是到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这年过40岁了，你终于回到家族了，是什么样想法说回来呢？那时候因为在美国，后来自己反省了，自己在美国的这个虽然有生意有在做有赚钱，但是的规模种种呢太小了一点，那我上次报告过我是家里的独子嘛，那这个爸爸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嘛，所以我就决定就转战回国这样。那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是两个地方可以去嘛，一个就是和泰汽车，那和泰汽车比较有规模嘛，代理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些东西的，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和泰兴业，和泰兴业就是和泰汽车转投资的，开始做那个 stainless flatware 啊，做那个刀叉啊。那时候呢公司规模是不大了，经营也是因为那个他那时候劳工密集的生意慢慢的就被其他国家取代，所以经营的蛮辛苦，所以我回来是选择到这个和泰兴业。那和泰兴业是说宁为是吧，宁为鸡头是吧，母为牛后，虽然是小崩小，那是不是可以发挥自己的所学的过去所累积的经验哦，是不是选择到和泰兴业，直到现在还是在和泰兴业？那从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的不是代理日本的，你刚开始代理是美国，像以美国为主的产品嘛？因为你那是这样，对你讲的很对。那个我刚开始是做外销，是那个生产不锈钢啊，不锈钢那个大陆也起来了，韩国也起来了，所以越来越难做。那后来我们有发展这个一系列的瓦斯炉、热水器、瓦斯炉、排油烟机做这个生意。那时候我们就有全省有经销商。那时候我回来要整顿这个和泰兴业啊，我那时候看这个和泰汽车那时候有总代理这个美国家电啊，就 GE General Electric。我研究了一下，以前台湾啊刚刚开始日据时代或者光复的时候，那时候能买汽车的人一定是非常有钱啊，能用这个美国家电也是非常有钱。我记得那时候冰箱是不是摆在厨房呢？是摆在客厅炫耀啊那样。但是呢，他那时候八几年来的时候，他这个家电大概人人家家户户都会用得起了，所以那时候就提议把这个和泰汽车的这个奇异的总代理拿到和泰兴业比较适合我在做这个 houseware 这方面的一个通路是这样说，我才介入这个美国家电，
他说奇异哦是美国做电器公司哦，后来他经营的非常好哦，就是有一个 Jack Welch 哦，他这个好像好几十年都被选为最佳的 CEO。他有一个哲学啊，不是 Number One 或者 Number Two， 他就把这个部门或者公司卖掉或者关起来。啊，那时候他把这个冷气这个部门呢、啊、卖掉，哦，卖美国，卖给美国另外一家公司。那我们平常卖美国家电的话，或者卖家电的话，有三大项，一个就是冰箱、洗衣机、空调机。那这些空调没有的话，等于三之一的生意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开始呢，找一个其他的品牌啊，这个冷气机啊、空调机啊，可以来填补这个空间的啊。那时候我也是到日本哦，去找所有的这些品牌哦，大部分都有人代理，然后发现到有一家就是日本的这个代金，在日本后来了解，它是在日本是最大的一家，但是在台湾呢，名不经传，没有知名度，哎，没有知名度。后来回来了解一下呢，原来这个大金这个品牌是大同公司啊，哦，我们林廷生老先生所代理的。那林廷生也算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工业家啊，跟日本合作，他就是要学他的技术，哦，做我们大同的品牌。所以虽然他有代理这个大金的东西呢，哈，他就没有啊很卖力的哈，给他卖哈，卖很多。那刚好那时候日本是国内市场也是越来越小，竞争嘛，所以他们要往国外去发展，所以他们要国际化。所以在这个因缘之下呢，哈，我就有抓到了一个机会点哦，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哦，对这个日本大金哦。嗯，是这样才有因缘的，得到这个日本大金的总代理是这样。但你不担心，他虽然在日本是很大的品牌，很受欢迎，可是台湾那么陌生哦，你代理，你去争取到这个代理，你不担心台湾市场的问题吗？那开始当然是，经过一番的辛苦嘛，哈、哦，那个大金哦，听起来啊，很多人没听过。哦，哎呀，听起来又像韩国的哦，对呀、啊，有一个 king 在里面嘛哈、哦，所以里面就是有一套这个行销策略哈、哦，我有一个叫做一番冰华啊、哦嗯，因为我的广告词你用一起办哦，那是一番哈、哦，一番冰华，那里面就有一些战略跟战术哦，啊，按部就班的、哦、一步一步哦，再把这个品牌哦的、做起来哦，但我自己下去广告，这个也是里面策略之一了哈。嗯哼，这个初期好不好做？你代理大金，这个初期应该很辛苦吧？初期不好做，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东西贵哈、哦，又没有知名度哦，所以这个开始在打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我们那时候当然用了一些长期耕耘的策略了哈、哦，比如说那时候台湾市场最大的是川型哈、哦，说啊，我们代理进来的是分离式一对一的，所以那时候。大金有穿行，但是量不多。我们决定是要从这个分离式先开始，先造成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讲说，从 No One 到三万到 Number One， 就是后面的这个 Secret， 就是 Only One， 就是领先一步了哈。哦，所以就是开创新局。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从这个分离式。那你这个有卖点，因为穿行的话。不是每个房间都有窗户的，你就没办法装，或者你这个房间那么大，你窗户等于要靠外面嘛，所以你在墙的这一边，那我们人在这边要吹到这边来就比较不好哦。所以这个护理室你可以把室内机放在你最适中的位置，所以它有一个产品的这个利基点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要如果打破这个品牌知名度低哈。哦里面的是产品策略也是非常重要。那你了解到这个你慢慢打起来的话，人家也会跟着来。所以从这个人家代理穿行，我就卖这个一对一，那人家也会跟着来一对一。后来这个真的是分离式的越来越多的话，那我们就有先有准备了，我们有准备一对多的。所以如果人家卖一对多的话，我当然有好多种产品来对应，是这样。嗯哼。好像你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们在1990年代，和泰还开了一个叫泰一电器的量贩店、啊，自己有店面可以卖这些电器用品。对对对。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经营的怎么样？呀，我们讲说这个通路是网嘛，哈，所以这个那时候我看到我们是用这个传统式的经销商，哦，就是家电行，
啊，那时候呢，国外了，我就去美国待过啊，日本也看过哈，他们这个每一家爸爸妈妈 store 哈，他们就会有连锁店，那连锁它的哦，采购量大嘛，你可以大量进货嘛，哦，那又有大量的广告哈，那又装里面的摆设怎么样，都是非常 update 非常现代化，所以我认为台湾的那个通路呢，也会经过一番的这个改变，所以我就说也是，就是先处得点哦，所以就决定呢，我们也要把连锁店的观念带入进来，然后呢有这个通路，一方面呢我的经销商哦，哈，这个个别的将来他们也要如果要继续经营，可以用加盟的方式，哦，就挂我的品牌。所以想到我们经销商未来的出路哦，还有这个我整个市场的掌握呢哈，所以在这个因缘之下呢，我就去日本呢也是一样找去找那个最大最好的这个 chain store 哈，但是因为他已经在海外已经有跟人家有合作，所以说找到第二家就是日本的代理哦，跟他合作，所以就把他引进来呢啊，开设这个连锁店。我记得我们第一家是在这个和平东路。跟那个罗斯路口，开的话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哦。我们有时候自己在夸自己，我们是家电业的搜狗，好像搜狗开刚开始的时候开业的时候不得了，哇，人山人海哦，挤都挤不进去。从您代言这个大金的广告以来，我看最近这二三十年，您的业务方面应该都很稳当哦。很不错，不错，我每年大概都是两位数的成长哎，哇哦，还不错，每年都能够以两位数字的这个成长率在业绩在成长，其实算是很欣欣向荣的，在您的经营之下。可是我听到说，您好像每天上下班是下班的时候，都会找一个员工陪你一起走，哦，这一走要走一个多小时哈，那你的目的想法是什么？哦，这个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哈。这个健康最重要嘛，哈，我们有这个运动习惯呢，希望把这个运动习惯呢带给员工哦，哦，他们有时候太胖了，走不跟不上，我就会气喘了，就是哦，老板都在运动，你要运动。那第二，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也算是个走动管理。走动管理如果走马看花没有用，但是近距离的接触，我可以关心他的家里啦，关心他的健康啦，关心他的这个住的地方种种这个东西哦，可以。那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他们哦，而且对公司有什么建议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员工的互动哦，更比主动管理更好哦，这个是一对一的，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深入的谈一谈。对对对。那会不会常常员工利用跟你走路的时间，跟你申请加薪水啊？我都会问他们哈，除了薪水以外，什么都可以讲。哦，真的吗？对，果然。我们哈，我们这个有时候问他说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哦？啊，他们都很满意说，哎，公司的福利啦，哈，种种，他们自己讲，我也没有问说要不要加薪，他们呢就讲说福利非常不错。我们有一次，我们也去申请这个政府有在举办什么幸福企业嘛，哈。那我也很奇怪，什么叫幸福企业啊？你们去帮我报名参加一下幸福企业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criteria 什么标准哦？结果不小心就被选为这是幸福企业。这是哪一年？大概四年前吧哈。我就觉得因为被选上的话，我跟我们的员工讲，这个才是我们责任的开始。如果被称呼为这个幸福企业，哦。如果这个以后不幸福的话，那不是自己没面子嘛，哈。作为一个幸福企业啊，其实市场竞争性还是很严峻的。对对对对。那比方说做代理商跟制造商不一样，自己制造那是不一样的。您现在是代理，所以有人说代理呢也怕代理的不好，营业业绩不好也不行，人家也不让你代理。但业绩太好可能也有风险呐，就是人家说啊不，我们该收等下该做啊。好，所以其实这个拿捏之间，这个市场生存啊，或者战略有没有什么样的哲学呢？呀，你讲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对啊，这个就是代理商的一个宿命嘛，哈，是吧？做好或者做不好，那做不好那更没有什么话讲哦。除了说双方面的要互信以外，哈，那我们那个我的堂哥哈，就是石彦辉哈。这个最近才往生啊，他过去跟日本的这交往，他五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哦，所以有取得双方的信赖哦，所以他也正式邀请了托达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合资公司。
好、哦，这是和泰汽车，在那个和泰兴业啊，跟大金啊，我也是有秉承这个母公司的这种精神，跟我们的合作对象一定要诚，要有信啊，诚信为原则嘛，哈、啊，站在双方面共同的立场哈，啊，就维持这个关系哈。所以我们也有正式邀请这个日本大金呢哈、哦、来入股这个和泰兴业，所以他现在算是我们公司的股东。嗯、那么最要紧的还是要做好了哈、哦，做不好的话什么都不用讲了。很有意思啊，可以看得出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除了工作以外调整得非常好，又有艺术又有画作，今天我觉得满是生香的感觉，都是充满了艺文的气息啊。但是我有注意到您的画画里面呢，好一大股都是人像或动物的像，你连动物的画，在您的您的旁边呢就有一只马，这个马的前面呢，哇，好多块石头啊，好像而且张牙咧嘴的哈，是什么想法？哦，这个是一个隐喻哈。我们平常压力大哈，心中一块大石头放不下哦。那马用动物来表示的话哦，更传神哦。这马经常被人家骑哈哦。你认为马是会生气的？哎，会生气，它也是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哦，这样子哦。那我看你这里也画了一只骆驼，哇！呲牙咧嘴的那个是什么？你觉得他是在做什么？他这个，因为人生总是要点风趣嘛，要气味嘛。上次我们跟经销商带团到那个杜拜去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中东嘛，哈，那中东骆驼嘛，哈、哦，那这个照相当中哦，忽然一个骆驼跑出来哈，还跟你开个玩笑，是要对太阳上镜头哦，就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啊，那哈。你为什么喜欢画动物呢？啊，动物的这个，对那个，其实刚刚拿出来的，这动物比较有这个感情哦，内在哦，就比如人的有内在的，有表情的、哦嗯。你这里还画了两只猫，哎、嗯，这两只猫图很奇怪，我觉得那个猫的脸是人脸哎，对，有点像哦，哎，不像猫像人呢。这人都讲严父慈母哦，有时候也不一定哦，严母慈父哦，这个意思可能小猫啊不乖哦，他就骂他哦，在瞪他哦，所以你看那个小猫一点无辜的样子啊，哦，是这样子啊，这母猫看起来很有人的味道、哦，哎，对，很有人的味道、哦，这可能不知不觉把人拟成动物像吧。哦，您都用什么时间画画？你回到家不是坐着看电视在看报纸，那这坐久了对屁股不好嘛，所以就站起来画画这样、哦、所以我就不关系哈、哦，在家里的话就这样画呢、哦、啊，另外在公司呢，办公室呢哈，啊，有时候坐久了哈、哦，也是会起来活动一下，所以在公司我有一个画架哈、哦，是这样。哦，我看到您也画人像哈、哦，这在场您有一个您的自画像，哎，这是您自己画的。对对对，你自己眼睛我就大泪眼呢。哦，我。哎啊，另外还有侍女图哈，这个是画谁？是太太吗？也不是不是，我有朋友嘛，他们有时候要义卖的时候，哎，这幅画不错哦，然后叫我捐出去啊，他们去义卖啊。但是这幅画其实我这个非常喜欢的一幅画啊，所以他们去义卖的时候，我就又跑出去哦，偷偷埋暗装哦。不管人家是什么价格，我就把它啊，加上去，怎么买回来？哦，这样子啊。是这我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啊。那你的画有没有卖出去过呢？有。像你这么疼惜都不愿意出去的话，还是有卖出去的。有卖出去有，我很少卖了，有就是送了、uh-huh. 这个好像每一个都是你的孩子哈。Uh-huh. 哎，你看您的才华洋溢哦，事业才华。两得意哦，这样情况之下，您自己的人生观是什么？健康快乐第一的哈，然后家庭事业，家庭还是最重要哈，然后再事业哈，你不能因为事业把家庭弄坏了不好哈。嗯。第三就是奉献社会，我本身也参加这个国际扶人，嗯，所以受这个扶人社的熏陶还蛮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哈。很难的机会，你可能不知道，大金先生，我们苏董事长呢，很会变魔术。那么，在外面请多少听过？今天不论如何，我一定要请苏董事长哈、哎哦，
你变红看卖咧，好不好？讲就当属第五花都要变魔术，什么情况下学变魔术啊？我因为我平常啊比较不会唱歌，哦，爱木讷寡言。嗯啊、平常在聚会的时候、啊、大家坐在圆桌总是没有话讲，不太好、啊，所以就想一些怎么样来克服哈、啊、这方面的一个缺点哈、啊。魔术大家喜欢看嘛，很好玩嘛哈、啊，所以一下就可以化解龙兵哦、啊，一下就打成一片了没有？是这样。那就现在就请您表演一段吧。啊，那这个好不好？好久没有变了，我们试看看。那。董事长，这个意思是，哇 ，one two three 哇，各位，即马经济无干那好，我出来说阿罗拜托，一千块无嫌多，一百块无嫌少，拜托拜托。从卡片会最后变成一个扇子，然后再变一个帽子，不容易哦。不容易啊！第二招，你这是用什么灵气啊？安尼，无够灵啊！流汗，紧张的流汗呢？啊，这个不是用。来，请主持人吹一下。哇，好厉害呀、啊！变成一颗蛋，好厉害！一吹那颗蛋出来了，你看啊，各位，想要不要学这个魔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不过有一个条件啊，你们看完了就忘掉了，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下一个魔术师万一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就没有戏唱了，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啊规定啊，好不好？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假的蛋啊，所以表演的时候呢啊，我这个蛋是放在袋子里面啊，哦，然后再拿出来，哦。那蹲在这里啊，然后这个那里会动嘛哈，我就把它弄进去嘛，哦，到时候你吹一下就变没有了哈，还看不了哈，来过去看哈，来，啊，这是什么年纪啦？那这么呢？好，黄色的变蛋黄好不好？来，再吹一下，来，哇，讲得很好，哎，啊，大家问问看。会不会好奇这个蛋是真的还假的？看起来很真啊，很真啊。嗯，好，是真的还假的？我们敲一下就晓得。哇，怎么又变成真的蛋了？哇，真的蛋！你的生日过了没有？刚过。刚过好没关系，补你一个蛋糕哈。啊，还变蛋糕啊？变蛋糕。哎、欸，我们这个是一个烤盘哦，拿到这个蛋哦，拿到蛋我们要加什么？加这个面粉，不要加三聚氰胺的这个面粉哈、哦，糖，要吃甜的嘛哈、哦。全部材料都加好了，然后呢，我们呢家里如果有烤箱的话呢哈、哦，用这个300度哦，烤这个30分钟。我假定这个哦烤箱了、哦。好，就用火下去烤。好，用火去烤，我奖励一下哈。来，大家帮忙一下啊，我们要让奇迹哈出现啊。当我喊321，你们要用力喊哦 ，yes， 大家听好不好？好。来，321，哦 ，yes。一个蛋糕也真的蛋糕，看出来这蛋糕啊，哦、这现烤的、啊、哦，奶油都涂好了，你看。董事长现在要变的是好，这个我要你学习一下、哦、这个是一瓶这个矿泉水哈、哦，这是一瓶这个啤酒，请你随便选一个，要这个要这个哦，那水好了，好水好哈、嗯哦，好。哦，这边杯子空空的哈、啊，
对，是空的，那就倒倒我可以证明。哎呀，倒水哈。嗯。对不起啊，请你放在头上。哦，放头上啊。哎，用双双手双拿着哈。好。然后，这也是空空的哈。对。我倒水。对。那我放头上啊。嗯、你站好哈，我要你帮助我，你眼睛闭起来。哦，眼睛闭起来。慢慢的哈，嗯，转一圈好了。现在开始转吗？哎，好，从那边转哈，慢慢哈，慢慢哈，不要急，慢慢，好，慢慢转。好。好，可以了哈。嗯。好，请你杯子拿给我。你想看，这还壮壮的嘛？是啊，众目睽睽能怎么样呢？有没有水？有水啊！有啊 ，one two 三二一，哦，水就不见了，水到哪去了？水不见了吧？哎，那水你的呢？我也不见了，也不见了。哎，奇怪了，水到哪去了？等一下告诉你。好，好，这个。这刚见证个奇迹，我们把水变不见了。现在啊，这个是啤酒，啤酒，好，大家看好，我要把它变不见了。One, two, three， 不见了。哎，还有没有？好，再把它变出来给你看好了哈。再一次，有了哈。啊，有。One, two， 再变不见了。再变出来给你看好了。你一定怀疑为什么？有人说是在里面呢、啊。啊，在里面了、啊，不要在里面了、啊。哦，没有。喂 ，OK， 谢谢各位。就这样，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哦，谢谢。不然不真的不简单哦，真的不简单。啊，这个老鸟并不是什么新把戏啊，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议论一下啊，好，大家谢谢谢谢，非常谢谢，谢谢谢谢。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苏董事长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我们大开眼界也增长见闻，非常谢谢，谢谢您，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